Hello， 跳跳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 Nico 老师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 One Million 最新的 Beginner 的编舞教学 Good Time。这首歌本身呢就是属于清新自然又简单的，所以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跳得非常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们进入详细分解。然后五六七八的时候，手在自己的左脸的边上击掌，五六七八，一的时候人往下蹲低头，二的时候跳开，这是一二三四的时候呢，右手从左边滑到右边，同时指自己的右上角，然后你的脚步也跟上去，三四啊，五六七八的时候脚步是退左脚退右脚退左脚退右脚，退的同时你的肩膀是右肩左肩右肩左肩，然后手保持不动，三四在这里，五六七八，然后二二三四的时候呢，你的脚步是左脚出收回右脚出收回，做脚步的同时把手打开架在自己的两边，然后手保持不动，二二三四，五六的时候脚五六，把自己的右手指在自己的脑门上，然后七打八的时候呢出左脚同时跨七打八，然后右脚微弯，然后在做下巴的同时你的手放自己的脑边七打八，然后三二的时候右手往下滑，三二的时候啪，它歌词是 hands up 的时候，然后你的手就往上，这是三二三四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右手的动作是一样的，往前点，往旁边指，往前点，往旁边指，然后同时你的脚步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四二三四的时候，你的踩左脚跨往左，踩右脚跨往右，就是四二三四，前面四拍的脚步是这样的，然后前面四拍的手四二往你的右下方打一下，三四的时候呢手是一样，但是第四拍手往你的平行打，三四，然后五六五踩左脚右的时候脚往前手滑开，五六七八的手转圈，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元素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Woke up on the right
a good time. 好，我们第二部分的分解呢，刚刚转完圈之后在这边，然后脚步是一二三四啊，一二三四，同时手往前交叉打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五六的时候出左脚，五六，对，出左脚之后把自己稍微颠一下，同时你的手在你的肩膀两边敲一下，然后落地，是五六，七打八的时候拍自己的左肩，七打，七打，八的时候收回自己的，右脚，七打八，然后二二的时候右脚再踩一下，把手架起来，二二，人颠一下，二二，落地之后先踩自己的左脚，三四，五六的时候把手放在自己的裤腰这里边，然后身体往前倾，五六的时候转向自己的右边，同时把右手往外指，五六，七打八的时候左手放在自己的右手上面，七打八再指回来，然后三二三四的时候呢，把自己的先出自己的右手，三，然后三二的时候手放在自己的胸前，然后把自己的左脚收回来，三二，接下来的动作呢跟就是前面第一趴是一样的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不同在于四二三四它的手部是没有动作，你可以 free 可以摸啊或者是撩头发啊都可以，但是脚步是一样的，左脚右脚左脚右脚，就是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Always a good time.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't care. Hopped into a cab, take me anywhere. I'm in if you'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. It's always a good time.接下来这一部分呢，需要一点点演戏的成分。然后刚刚转完圈之后，一二三四的时候，我们出自己的左脚，同时你有一种伸懒腰的感觉，一二三四，就感觉在伸懒腰。伸完懒腰之后呢，就要打哈欠。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把左脚收回来，同时右手放在自己的头顶，左手就有一种打哈欠的感觉，放在嘴边这样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的时候呢，有一个 good night good night 的同时，把本来是左脚弯，先换成右脚，七八啊七八，然后同时把手放在自己的耳朵边，感觉要睡觉的样子，对，就是五六七八，然后二二三四的时候，左手摸自己的脑袋，同时，二二三四，你的胯从右边往左边顶，二二三四。五六的时候伸右手，五六，七八的时候拉回来，七八，然后三二三四的时候脚步都是踩踩踩，同时你的肩右肩往前打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就加一个手势，脚步不变，自己的右手架起来往前捶拳的样子，五六七八，然后四二三四脚步是一个类似于kick， 然后往后踩，在左脚 kick， 再往后踩，就是四二三四，然后 kick 的同时你可以带一点手势，四二三四，五六的时候右脚往前，像刚刚一样手划开，五六，这个是第五拍啊，五
六的时候转圈，七的时候你的右脚刚好要踩落地的时候踩一脚让自己跳起来，七八的时候落地啊。所以第四个八拍就是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最后是我们的副歌部分的分解动作，然后这副歌部分一共有四个八拍，它每一个八拍的前面四个八拍都是同一个动作，然后就是一二三四都是，就是先是往左边，左脚打开，抬右脚，然后右脚打开，抬左脚，就是每一个八拍的前四步都是这样的，然后手势，一二的时候呢，手先是左脚打开的同时把右手张开。左手放在自己脑袋这边，二的时候，哈，把左手打出去，然后三四的时候，三，再把右手抬开来，然后四的时候，右手打出去，嗯，所以就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的时候，你的脚步是左脚、右脚、左脚、右脚，同时你的胯要跟着你的脚步走，就是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再来。二二三四，这一次五六七八呢是左脚往前先走两步，五六七八的时候手一手在上一手在下，然后跳两下，七八，嗯，然后三二三四呢又要继续刚刚的动作，三二三四一样，五六七八，只有四二三四不一样，四二三四我们直接往前，先是左脚右脚往前走，然后手是四二二的时候手本来是张开的，二的时候划一圈啊，四二三四的时候手先往下打，轻轻打一下，再重重的打一下，重重重拍的那一个同时你的人要往上，就感觉你是被自己打起来的，就是四二三四啊，就是你被你自己的拳头打得跳起来了一下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个七八可以就是任意发挥，你可以七八七八这里都可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
OK，Good、okay, Time 的教学呢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这首歌虽然简单，但是它有一些 free 的地方，记得要把手控制住，不能让手乱晃。那大家就一起加油吧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